兄弟姊妹平安，今日真欢喜，咱搁再做一会来敬拜主。今日也是中秋节日子，虽然咱伫无受伤的所在，但是咱有缘会使做一会来敬拜主。兄弟姊妹，咱偌久无甲你身边的亲人，还是朋友，讲一声祝福的话呢？好无？咱即阵来甲你家人，还是朋友讲，耶稣赐福予你，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即阵，咱要带着喜乐的心来开声唱诗歌，阿罗主敬拜主。将来，我来祝福你，你来祝福我，上帝的恩典这么大，感谢主出你感谢主，感谢主你的疼他，你的爱是何等的深，是何等的大。做主，阮主做主的子儿，实在是真正有福气。虽然阮有时会拄着风雨，有时坎坷，但是主你袂放下阮，袂离开阮。主你的恩典每日到阮用，主的祝福满满，感谢主。
船，拄着风雨也毋免惊吓，只要忠心来阮对伊行，主的祝福必定满满，啊，主的祝福必定满。爱我的天父，我满心的感恩。这阵，我要安静我的心，来听今日讲完所分享新的话语。求主和讲的、听的，拢清楚明白，和主得到最大的荣耀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大家好，真欢喜，阁是咱福建聚会会使来聚集做这个时阵。相信你看到我，但是我伫我的灵内面看到了。今仔日就到开始，就要听神的话之前，咱来奉献先好无？以奉献来甲神的殿。那奉献有几个方法？你看到头一个方法是用什么呢？用咱的电话还是什么？就是即阵行拍闹。好不？了，第二个是用什么呢？用银行转账。第三个是写支票。那是你写支票，一期支票后边哦，爱写什么？福建敬拜，就是福建聚会啦。哦，叫什么到下酒你不能使。那是你讲这三个不会晓，有差物件，像你爱奉献和主的类，每一个礼拜收起来，放得了本好啦，所打饼的汤也会使啦。放较侪侪了，到时咱来福建聚会的时阵，你拢当多放奉献地来奉献给咱的主，好无？这是奉献的方法。这时阵，咱先来祈祷，甲进入去来听神的话语。咱做一个阿头，咱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我能感谢你今仔日搁在主接独立的名的下来敬拜了，做以祈祷来甲你的殿，做求你来接受所有奉献给你的。奉献了甘心乐意的，就是欢欢喜喜的奉献的，就求你大大的祝福，祝福伊人的性命，会人国家使成为你的见证。感谢，听阮的祈祷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大家好，真正的就是爱听这个神的话语了。那今仔日吼，我爱分享的是读一个大，算作不是讲真大的日子，是一个快乐的日子，吼，一个好日子来，就是这中秋节之前，加几日就中秋节了，加无几日就是中秋节，所以庆祝中秋节是一个真正欢喜的物件，也是一个好消息，大家来做来庆祝，食月饼啦，啉淡薄茶啦，来讲好讲话啦，来互相的祝福。这是好的东西，但是这个庆祝可以庆祝多久呢？有可能是短短的时候，一日，还是一个晚上，还是一点钟，但是本不是每个人可以庆祝的，这好的日子。
有的无健康的袂使庆祝，啊，有的咧无镭嘛袂使庆祝，啊，有的无时间啊，啊，有镭有健康，但是无时间袂使庆祝，所以唔是特可会使庆祝这个好的庆祝日的，这好消息的。啊，你将来要安怎款？咱个将来要安怎款？今仔日好消息啦，什么好消息呢？耶稣基督讲过了，今仔日伊阁继续讲，是一个好消息。伊讲什么好消息？伊讲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耶稣讲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是今仔日爱讲的这事实的题目。我来了，这是题目。了伊的经文呢，有两节经文讲到咱这位主来了。头一个经文是读《路加福音》的第二章十一节。第二个经文是读《约翰福音》的十章十节，《路加福音》第二章十一节有讲到，咱的这位救主来有啊！你看，伊讲什么？《路加福音》第二章十一节讲什么？今日伫台北的城内，为恁人生了救主，生了救主咧，就是主基督。哈，实在话讲，为咱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第二节经文读到，读《约翰福音》。十章十节讲到什么呢？我来了，这我来了，读约翰福音的十章十节，读中央，读我来了之前讲什么呢？讲这七来了，七是什么？七就是魔鬼，就是撒旦咯。七来了，不过是爱来偷窃、杀害、破坏。了后，那个主耶稣讲什么？我来了。我来了做什么呢？是爱什么？是爱死羊的性命，并且得加更丰盛。得加更丰盛的意思，得加如来如何？咱做者来祈祷。亲爱耶稣，求你话教阮人讲话。你讲你是来的救主，你讲你来了爱护羊的性命。主教阮讲话，用你的话来鼓励阮人，好让人生充满盼望，充满好的将来。阮人感谢你。听我们的祈祷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是啦，题目我来了，这我来了是一个真的温馨的话来的。怎么温馨呢？就像孩子小孩啊，父母爱他的孩子，是刻刻就跟他的孩子说，我就到了啦，我来了。就像若是有东西发生在你的身躯顶，忽然间你需要一个人独立便是爱来鼓励你咧，你真希望伊出现咧。忽然间，伊你听到这个声讲，我来了。哇！你完成一个看，还是看便是，真个你希望迄个独立便是，还是独后壁，这个、感觉真好咯。无话阁会使讲什么了？因为我来了，真个是真正温馨的话。耶稣讲我来了，因为只是耶稣才会使来为阮人。读这十字架为阮人流宝血，伊来甲阮人讲：，你人犯罪，我来了，为你人死放十字架。就耶稣安怎呢？因为只是耶稣无犯罪，世人拢犯了罪，所以耶稣来是为正人，为这世间去钉放十字架流宝血来救人。所以有一只经文，大家本会知影，唔是基督徒本会知影诶。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我无放啊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什么？伊讲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伊独生子耶稣赐予伊人，叫信也不至灭亡，未死啦，还得永生，就是永远的性命。这只经文代表了神甲人讲：我来了，爱来救人。我来了，耶稣讲，伊两千年前死了，但是伊复活了。伊三日复活了，我袂使代表大家，我代表我家己。有啊，我过去有犯罪，凊彩一个罪就使叫我落地狱，火火烧袂停的。但是今仔日，好个中秋节的好消息是甚物呢？是耶稣讲我来了，题目是我来了，主题呢？甚物是主题？我特别讲，主题是主要爱题，主要爱题的意思就是主要。爱讲的，那今仔日耶稣讲我来了，主要爱讲的是什么呢？主要爱讲是安怎耶稣爱来？耶稣讲我来了，有两个真正大的原因我来。我来了两个大原因，头一个是什么呢？
是爱做你人的救世主，是爱做你人的救世主。我来了，第二个呢，重要的就是是爱做你人生命的主。咱来看一个一个，头一个耶稣讲我来了，是爱做你人的救世主。罗加福音头先读过了，第二章十一节，咱过来再看一摆，伊偌重要。这个罗加福音第二章十一节新的话讲，今日就代币的城来咧，为你人生了救主咧，就是主基督。这个、救世主是什么？是耶稣基督。直到这节教人讲，救主出世是以人的形象咧，是这个婴孩咧。是啊，那伊唔是出世对婴孩开始，伊哪会知影咱的坎坷？伊哪会知影做人内面的迄款生老病死，然后伫人生道路内面的种种的坎坷，安怎呢？伊才会知影，因为伊拄开始做婴孩，到甲伊大，结尾伊会知影咱的痛苦，伊甘愿欢喜为人。去到十二节来释放十二节来洗清阮人所有的罪。耶稣讲我来了，若是耶稣无来，这个、世间将会安怎款呢？你甲我将会安怎款呢？你甲我，阮人的罪是么来原谅阮人呢？若是阮人有罪，若是阮人会死，这位耶稣来，若是无救阮人，伊马来西叫做阮人的救世主。所以阮人伫人间有痛苦，犯了罪。必须爱死，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。伊知影阮人的死，一来就是为阮人什么来救阮人，所以成为阮人的救世主。安怎救呢？就亲像有一日，阿神登到厝，看到伊的灶脚洗碗盘迄道有真侪狗仔，安尼款行行行，伊一去就将什么狗仔爱走去食迄款饼脆。将饼脆放淡薄一款，什么毒药，好一狗下来吃毒，吃迄半饼脆上毒药本食，安尼款自然就会死咯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是这时阵问你爱救这挂狗下，究竟是要安怎救呢？安怎去甲狗下讲，卖去吃，迄饼脆有毒药，吃了会死，无办法啦。那你看零零丁丁了一挂狗牙了，变是有一只狗牙无？需要用一只狗牙去甲迄挂狗牙讲，唔通食，这饼脆有毒啊，是莫应该去咧？就亲像阮人所想啊，阮人犯了罪，做真侪唔对的物件，结果爱死。究竟是莫来甲阮人讲，做迄款唔惊唔对的会死的，是莫来甲阮人讲咧？就是这位主耶稣啦，从天顶甘愿从天堂落来。成为人来甲阮人讲，好叫阮人会知影，唔通去犯罪，做犯结果会死亡的物件，都亲像安尼款。这只狗爷去甲狗爷讲，神从天降落到地来甲阮人讲，好叫阮人会知影，阮人都唔通去犯罪，面对死亡。但是耶稣来了，甲阮人讲了，真侪人会知影，但是各有人。个计算去做唔到，甘愿离开，甘愿去死。透过圣经，有人甲大家来分享，好叫有人会使真嘞，亲像耶稣来讲，叫离开罪恶，好难免面对死亡啊，对唔对？好人的名写放天堂的性命册，好耶稣甲咱接去，咱会使到天堂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唔通学这个搞遐，因咱无人无搞遐，使甲伊讲。结果吃了饼脆，吃了毒，是我们可以的，因为耶稣透过他的话跟我们说，我们可以离开罪恶，免犯罪，结果名写放天堂，死命是去到天堂，跟耶稣永远到顶，永远不死。耶稣说我来了，第一是爱做你人的救世主。耶稣说我来了，第二呢是爱做你人死命的主。爱做你人性命的主，读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也有讲，安怎爱做人性命的主呢？你看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讲什么？七来了，七就是撒旦魔鬼吼，七来了，不过是爱来偷窃、
杀害、破坏。了耶稣甲讲，我来了是爱叫羊得性命，并且得甲康丰盛。但是这出来做甚物呢？伊就是爱来偷窃、杀害、破坏。所以主耶稣爱做人，逐日咱性命会主，除了救世阮人了免死，佫爱做人逐日会主，互咱逐日有丰盛的性命。我们基督徒若是你有看圣经，基督徒讲什么？圣经讲什么？基督徒就是羊，羊就是耶稣的羊，耶稣是我们的牧者，看羊的，不但会救人，卖让人受伤，也会使，也会逐日来锻炼人，让人每一日的人生更加丰盛。所以今天大家要知道，多出来是做什么？要来破坏的，他来破坏什么？破坏咱个神个计划，和神个计划袂使好好个行出来，袂使予人有丰盛个生命。所以耶稣就爱来，会明白无？耶稣来原因就是爱怎样？爱阻止这个贼，爱阻止伊做个物件。因为伊讲嘛，贼讲我来了是爱来什么？爱来偷窃、偷抢、偷窃、偷窃什么呢？偷窃阮人个时间。啊，因为多出只个偷窃，伊来破坏尔，伊来破坏尔，伊来偷窃阮人个时间。我拄细都无事，我甲厝内人做一下，明知好好个物件，我个爸母爱坐看伊，我本无爱去，甘愿去路边甲路边个野囡仔做一下，结果就甲厝内乱了。伊来偷窃阮人啥物？来偷窃我读册个时间，我读册无用时间去读册，用时间去佚佗。我读册的时间会偷窃了了，今仔日真个啊！每一个人用电脑、用手电，拢总用时间读手电甲电脑，无好好个甲厝内连连络。有个咧，伊用过啥物？做工个时间，甚至乎生理个时间，种种个时间，叫人将这时间放放工、放放生理，无好好个时间甲厝内人做者。你知有这個？有一个故事讲到安尼款呢，有一个老爸，有一日敲伊个囝，伊讲囝，咱真久无见面了，成年无见面了，做爸仔囝哪会使一年无见面？但是这囝讲无变阿爸，你也知影我的生理，逐日都是到八到八，无办法啦，就算结成年，我本无办法。但想过怎么呢？伊家老爸讲，无安尼款啦，两礼拜后我会坐飞机去。这是日本，但是我伫加隆坡的飞机场会转机，迄搭有半点钟拎出来，啊，无你就换车伫新加坡去加隆坡的飞机场，咱见面半点钟啦。哇，这老爸听了真正欢喜，换车半点外钟，转到对加隆坡迄飞机场去见伊囝，半点钟尔，伊囝就爱离开啦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无？出来莫非是爱啥？不过是爱来偷窃，偷窃咱的时间。过落去，伊做甚物？伊爱来破坏，伊破坏咱个甚物呢？第二就是破坏咱个关系。伫人生道路内面，只能咱逐摆除了电脑、手机、做工甲生理，头先有讲过哦，背来背去，连爸阿囝本无通见面，剩个时间用来做甚物？就是我一句你一句相骂，相骂甲关系拢总破坏了。所以出来莫非？不过是爱什么？爱来偷窃，爱来破坏。个有什么呢？所讲的爱来杀害，杀害什么呢？杀害定都是咱的性命啦。除了这个恶毒啊，你在咱人生的嫖博啉动吹都是毒啦。咱嫖关系做啊乱了了，查甫甲查某的关系乱乱的，有诶就是去博，博甲倾家荡产。无就去啉，啉到摸摸厝内，就是拍囝拍某，啊无就是动，做工也卖，什么也卖，无镭不要紧，无就去杀阿龙，做到厝内，逐日就是我骂你，你骂我，做到厝内就是结果，夹出性命来，过长就是你知这毒品，从厝内做到厝无上厝，家无上家。这五毒人生里面，何人安怎有好的健康呢？健康一无好，性命就险了。过有啥物？人会惊，人这惊，何人伫这世间愈来愈无安全感？特别是即阵，
讲早八病毒十九，会惊无？会啊！你逐摆嘛讲，哎，无要紧啊，无惊。安怎你就爱抹迄个什么咧？安怎出去就爱看嘛？因为唔是惊甲无惊，是会讲这款病毒着，无法也好，艰苦也好，性命会险。我无讲到什么，我无讲到这個、我也未讲到这个恐怖分子，逐日咧计划安怎去杀人。恐怖分子逐日无停的，就亲像这贼来，不过就是啥物，啊来偷窃，啊来破坏，啊来杀害。但是第二点讲的是啥物？耶稣讲我来了，是爱做恁人性命的主，因为伊会知影，贼来是爱偷窃，啊来杀害破坏。所以伊讲啥物？我来了是爱叫羊得性命，并且得较康丰盛。我头先有讲过了，有人基督徒圣经讲就是耶稣的羊，耶稣的羊，耶稣自然会看顾的爱护我人，是唔是一日的？是逐日的。除了救我人做咱的救世主，伊成为我人性命的主，逐日看顾、保守、供应好我人。无管过去你的人生是安怎款的，无管你惊将来人生会安怎，你讲会惊，无管。但是今仔日，那是你认耶稣是救世主，伊成为你的救世主，也来做你性命的主了后，伊予你的这新的性命一日比一日好，一日比一日丰盛。伊讲咩？并且予你什么？予你的性命的确更丰盛，就亲像我安尼款。古拜阿弥林拜耶稣，拄我这个黑暗的性命，甲败坏，上惨是这个垃圾的性命内面，予我今仔日。愈来愈丰盛。今仔日无甲你讲我见证，有应该甲你讲见证。但是我这个垃圾的性命，是耶稣救了，一日一日安尼款将我翻新的，唔是一日都变甲了的，无的，是爱一日一日慢慢耶稣来改变咱的性命。就亲像这个故事，这个、比如安尼款，有一日有一个垃圾婆吼，伊出去捡垃圾，垃圾婆嘛。伊工作就是去捡垃圾咯。即出门，都拄喺门口口看到一蕊真水的白、阁香的玫瑰咧。阿毛叫 rose， 即阁白、阁香、真水的白玫瑰，真欢喜的捡了都无去做，就等处想爱将即阁白、阁水、阁香的白玫瑰拆起来，但是伊是垃圾婆嘛，那出来都无藏较清气的。哎呀，找来找去，找无，我找到一个干，将这个干，哦，洗清气，用真久的时间，用纱门洗，洗到够的干清气了后，就将这蕊白玫瑰放落这干里面，放放叶朵顶来欣赏了。但是伊是垃圾婆嘛，你看，叶白玫瑰放放中央，但是归处的垃圾，我一放到，哇，真爱神，因为七日。迄、那个干放白玫瑰，吃到真亚神了，一看我，哎呦，我厝安尼垃圾，忽然间说，我也亚神煞困去，困了第二日起来，伊个欣赏伊即个白玫瑰，但是到顶个是垃圾嘛，伊结果哦，白玫瑰压落来，压煞门，压伊一路都路即个到顶，哇，路真正久个时间，尽量爱路个真白，结果会洗清去了，伊将白玫瑰个即间放起到顶，爱好好来欣赏个时阵，结果，伊也先个困去，但是第二日吼，伊个起来，我欣赏个时阵，即个白玫瑰都到顶，到顶也清去，哇，真欢喜。但是伊看壁的时阵，壁果是真垃圾咧！哇，伊心想，安尼看都袂配，结果就压煞门、压路，将伊的壁哦用真侪时间来撸，撸到清气清气，撸了结果伊也先困去。第二日起来，伊真系讲一摆才好好来欣赏了，看伊的白玫瑰拄喺清气的间，拄喺清气的桌顶、清气的壁，但是看到伊的顶面、伊的厝顶真垃圾。个话伊个牙也臭臭，牙沙门个水，水到伊个顶面迄厝顶清气清气，水到夜深了，一困去。第二日个起来，用一摆我先好好欣赏了，看好势，个涂骹袂清气啦。哦，牙沙门个噜噜噜噜，噜个清气清气，但是夜深了，伊去困了。第二日早起起来，伊一摆看到，真诶是一蕊白玫瑰。
拄只即个清气的间，清气的桌顶，清气的壁，清气的厝顶，清气的涂骹。这时阵则有影是清清气气。垃圾簿出来的垃圾，为了一蕊白玫瑰，伊用真侪时间，无管亚线，一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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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清气来配搭，即个各白各香各清气的白玫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唔是一日就清气，是点点不断的。我相信落去，伊阁尽量用真侪时间来做清气来配搭即类白玫瑰。咱个人生就是安尼款，我就是安尼款咯，一日一日的改变。今仔日我是已经廿三年了，1997年得救，从这败坏黑暗垃圾的生命，一日一日的改变，廿三年后，今仔日，真的我感觉家己有淡薄清气了，我过来改变，过来清气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朋友，那是今仔日这时阵，你有怕是讲爱有一个新的，一简单普通，但是欢喜的生命呢？好唔好？这时阵来，来对，来向咱这位主耶稣，向咱这位神，向咱这位上帝来祈祷，求伊保守看顾了，好你有这力量，有这愿望，一日一日的改变，来今日人，今日去人生丰富欢喜的生命里面，来，咱坐起来，咱坐起来，阿头。关目睭，来向这位爱阮人的神、阮人的上帝来祈祷，因为一来第一是爱做恁人的救世主，一来第二是爱做恁人的生命的主。来，咱做一下额头，关目睭，咱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人感谢你，感谢你差派你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间，来度十二个世。来成为我们的救世主，你要特别看过保守好，成为我们生命的主。主啊，今天就这时间，我相信有人的心来向你，来向你祈祷，说亲爱的神啊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求你这时候来听，因为你是神，你听到什么的心声，我们的心 来向你，来跟你求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大大的祝福去，好人每一人呼求你的，因的心的祈祷，就得到你的听，得到你的应允，得到你的保守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今天是我们庆祝中秋节的前的，但是主啊，每一个人的愿望，心里面的求，求你来听，好今天每一个人求的，得到主的允准。我们感谢你，你听我们的祈祷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